要5万到6万。啊，那怎么吃？你要知道，他们会帮你切，切成那个像零食一样来吃。那够满揪了，啊，顾眼睛。不用再留分条的时间。可以不要，不要分条，等要分条也可以。啊，哎，我跟大家报告啊，有些人你知道，你钱已经赚了那么多，干嘛？我跟你讲，给你的孩子、给你的孙子都应该的，给那个不认识的人花用。怎么会应该呢？啊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给老板掌声。哎，我们再一次给那位80岁的啊，贵姓啊？哎，姓陈。大哥，你贵姓？姓柯。在地啦，在地，有话给在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姓柯。柯文哲也柯了。哎，我知道。柯爸。姓柯的哈，大部分是。信基督长老教会，不是呢？啊，你有拜拜啊？亚兄对，哎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哎，姓柯在这边算大姓，大户，哎，大户人家。你看他样子，我两孙了。你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年轻时代就是告诉我们，他就是有钱人了。好的，好了，不是的。我觉得表示好，真有底。要改要改，谢谢。谢谢几分。好，快点，我们探讨人文哈。